Hi, 你好，我係陳楚書，我喺香港嚟，而家住喺蘇格蘭。 喺4年前，我跟住師傅 Tommy 喺德國嚟嘅師傅何永春學咗4年。喺呢4年裏邊咧，有好多嘢學到，尤其是對一個女人嚟講咧，可以能夠自衛保護到自己係好重要嘅，同埋呢度嘅永春係好容易學，同埋俾我好多信心。我以前係好怕醜到女仔，而家我就冇咁怕醜咯，同埋比較勇敢啲面對人生。 喺呢個詠春家庭裏面，我識到好多朋友，好多非常好嘅朋友，教咗我好多好好嘅詠春功夫，所以我好享受，希望有多啲女仔加入詠春家庭裏面。多謝。